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Oli， 我是英国人，现在我学了广东话一个月五个星期左右，我都懂听日文，不过广东话少少难。现在我日学紧广东话，少少进步啊。所以我可以少少讲广东话，不过我唔可以识听，所以现在我要继续学广东话。我讲广东话嗰阵时，我好中意。而家可能最紧要系我继续学广东话，日日。好啦，系咁啦，拜拜。